大家好，我是唐丽奇。我们来看一下天平星座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运势如何呢？火星整个上半年就是在天平座，所以天平座的朋友有没有一点鸡飞狗跳的感觉呢？呃，虽然火星传统上我们人们说它是凶星，所以会导致天平座的人。 第一个，他自己本身就会很火，比如说做做事情很幼稚、很匆忙、很紧急，或者是呃，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。但是他也可能呢，使得呃，这个天平座的人。 为人所知，为人所见，被磨得亮晶晶的。呃，我们随时随地都会不断地听到天秤座的消息。所以火星它是两面刃哦，有可能伤到天平，也有可能把天平给拱起来。所以我个人还是看好天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事业工友。 吉星木星在加持，所以很多天秤座基本上在二零一三年的下半开始，就慢慢的功成名就了，呃，慢慢的浮出水面了。人们看到了你辛苦耕耘之后亮丽的结果，或者是哦，原来你还可以做这个，原来你还可以做那个等等。所以很多天秤座都纷纷冒出头了。我个人觉得，二零一四年上半呢是非常好表现你自己本身特质的一一个。 啊，年份哦，平常你可能很客气，然后很低调，然后不张扬自己，或者是私底下做你的怪人就好了。可是这个时候你怪的很有特色，然后也怪到人家不能不看见你哦。那当然我们要说到土星了，土星是一个人比较痛苦的地方，你最痛苦的就是财务部分了。这个实在是很有趣哦，因为你的事业正在一个往上攀升的阶段，可是你的财务却很吃紧。 这个综合起来呢，就是你很可能正在做一个长远的规划，比如说买了房子，自然有房贷、有负债，然后手边现金也没有了；亦或是呢，有的人他会去为了圆他的梦，所以宁可去贷款，或宁可去呃卖房子等等。所以对于天平座来说，上半年都是财务很吃紧的时候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下半年慢慢的就。 会有点回收了，尤其是十月以后回收更多，所以这是天秤座值得欣慰的地方哦。那家人关系呢，也是呃上半年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啊、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呃，你可能也要搞定跟家人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是呃呃新的居家，或者是呃父亲母亲的健康问题。我觉得这些部分呢，也都是在呃重组当中，所以如果呃。 家里的问题现在已经是状况的话呢，天秤座是要花一点心力在这个部分的。